老闆，歡迎翻嚟你屋企。呢間就438尺嘅兩房開放式廚房，成個廳就好奇你。咁磚地啦、木地啦，咁做咗一啲裝飾，牆紙都貼埋。咁呢邊個景觀會靚少少望山嘅，有個細少少嘅露台位，望出去幾空曠嘅，視野幾開揚嘅。唯一嘅問題就樓就比較多，但係住喺西九龍通常都係咁嘅情況。廚房就係 L 型嘅，台面就相當闊落啦。咁有一個大嘅蒸盤，一個伸縮嘅水龍頭，上面都有啲收納空間。整體嚟講唔差嘅，同埋呢度就有啲雪櫃位啦。電器都係用名牌嘅 Miele， 仲有一個洗衣機、三文治嘅。整體嚟講 OK 嘅。咁飯廳可以諗下點樣設計。呢邊就係睡房。睡房就你可以見到，其實成個風格都幾裝中式嘅。咁佢又做咗呢啲軟皮嘅墊啦，然後呢度就半隔窗望出去山景幾通透，我覺得 OK 嘅。浴室我係成個單位之中，除咗廚房之外，第二個中意嘅。淋浴區啦都比較大，同埋成個間隔好企定，收納量都比較大。呢邊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就再比頭先間睡房大少少，床就一定咁擺，呢邊擺衣櫃，然後有一個工作露台。呢、這個工作露台通常叫做俗稱嘅食煙位，似啲單位現時就發展商就類似係招標咁賣啦，咁逐間逐間傾。佢意向價就900萬，實質上傾落嚟應該大概700幾左右，相差都幾大，所以我哋可以努力啲去砌，你又覺得呢？Oh, yeah.